打了啊，对，继续打，秀秀几杆。现在能秀几杆呀？关键。然后我感觉就打进一个洞口球，感觉就结束了。来了。来了，哇，来了，太差距，真得到我，太得到我，啊啊，嗯，哦，我去，我都现在我都感觉台子好远了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种在现场看的感觉吗？就很享受。对，好像都有导航，有 GPS。对，音响正常，大声很。这球应该叫这个红球了吧？啊，这球力小，没躲好。啊，这球，踢一下那个红球。哇！我天哪！太具体了，这杆踢的。这是小轻 K 啊，对，嗯啊，然后再踢一下那个，让他们踢的。哇，哎呀，再弹点，低杆小了，这运气好，那走上面那个。弹起吗？我走的太细了，这也能可以是不？啊。有点难就是。